如果我们不善于依靠人民捐赠，不善于跟党外的人员合作，那就无法把工作做好。在我们继续加强全党团结的时候，我们还必须继续加强国民筹、国民主阶级、国民主党派、国人民团体的团结，继续巩固和扩大我们的人民民主参与建设，必须认真的纠正在任何工作环境下的任何疑点，妨碍党政人民团结的不良现象。在国际范围内，我们胜利的获得是依靠了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持。以及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深厚同情，现在国际形势的发展对我国的建设事业是更加有利了。我国和国社会主义国家都需要和平，世界各国的人民也都需要和平，渴望真正不要和平的仅仅是少数帝国主义国家间真的某些依靠侵略华财的垄断资本集团，由于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不断努力，国际的局势已经趋向缓和缓。为了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我们必须进一步的发展等社会主义阵营各兄弟国家的友好合作。并且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加强团结，我们必须争取等一切愿意和我们和平相处的国家在真正领土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斗争、解放纷争，以及世界上一切国家的和平纷争和正义斗争，我们都必须给予积极的支持。我们坚决支持爱体政府收回数一数温和公司的环境合法的行动，坚决反对任何侵犯爱体主权和对于爱体实行武装干涉的企图。我们必须是帝国主义的制造紧张局势和准备战争的阴谋彻底破散。
我们的革命和建设的胜利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情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许多年来，特别是从1942年振奋运动以来，我们在讲解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方面做了许多工作。现在比振奋运动以前，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水平已经提高了一步，但是我们还有严重的缺点。在我们的许多政治专家严厉陈述着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作风，这就是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工作上的官僚主义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这些观点和做法都是脱离存在、脱离实际的，是不利于党内和党外的团结的，是阻碍我们事业进步、阻碍我们政治进步的。必须用加强党内思想教育的方法，大力开发我们队伍中的这些严重的缺点。